我是猫阿姨介绍来的，听说你想收养一只狗。可我想收养的是金毛，我不喜欢你这种狗。我会帮你干活，不满意可以退货的。那好吧，你进来试用一个月了。主人，你回来了，晚饭已经做好了。看来它也没有那么讨厌，如果是只金毛就更好了。主人，快起床了，不然要迟到了。吵什么呀？还好你叫醒我，不然我就迟到了。主任有危险，主任小心，主任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还好有你。那这些都是奖励给你的，我饿的，你快尝尝吧。主任不用这么见外的。没事，这些都是我在拼多多买的。主任，我可以永远住在这里吗？可我想要的是金毛呀。主任你回来啦。对不起，一个月的试用期已经到了，所以我明白了，我走就是了。主人，我要买新衣服。前两天不是给你买了很多吗？那不是最新款的，我要买最新款。可这个月我已经没钱了。你这穷光蛋，没钱养什么狗？奶茶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新主人了，谁愿意跟个穷光蛋在一起呢？哼。